可能一个月吧，四月初的时候就在想这个事情，五月又是在中国名山大川中相当于占据首席地位的嘛，然后就说要不就先去把五月看了，查了一下那些火车车次呀，感觉好像中国交通确实挺发达的，好像这些都可以实现，然后就出发了。就是平时锻炼，然后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可不可行。其实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把它爬完，然后只是说如果身体不行了，然后就随时都可以中断，但是坚持嘛，然后就把它爬下来。我觉得在我的能力承受范围内，一般都是跑半马吧，没有跑过全马。不用被怀疑吧，因为有人见证过呀，我每一站都有认识我的人呀，而且比如说这种计步的，然后还有看那个时间嘛，也可以证明啊，然后那个车次可以去查那个车次，然后都能查到的呀，没有什么好怀疑的。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基建真的特牛，因为有这样方便的交通，然后才会让我有这样的行程。第二个就是祖国真的很美好，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。